也有看起来。今天高粱比较纯，昨天的不是用米酒不是吗？哦，用米酒点不起来啦。绿高粱，威士忌。哦，威士忌不行啦。为什么？一定要高粱，一定要48不够，一定至少要50几%。而且那个味道，威士忌味道起来跟这个味道起来差很多。刀子不利，没有刀子不利的。小心那个灶点有点太出去了。煮水不发电。啊，这刀子真的不行。你要拿小锅，要小锅的刀子吗？砍西瓜那一把，小弟。对啊。还是等它凉一下，要不要？等它凉一下，太热切会散。会不利啊，就是太热切会剩下，稍微擦一下。太热切本来就会容易散掉，会粘住啊。有擦，有擦，擦这个比较好。切这么大片了，大气呀！他之前有切比较薄，我一个朋友都说：“哦，你切的太小了啦。”然后他们切的，他又觉得太厚。那薄点比较好啊。对他喜欢薄一点，可是之前大家都说就是也不要太薄啦。太薄没有口感啊，对啊。这
度不是很正确。在 SNC 能够吃到这样东西已经很厉害了，勉强接受了哈。OK， 先这样。